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本期呢，给大家带来一期射击类的游戏啊。这个游戏呢，现在国内一般翻译叫做《傲气雄鹰》啊。那它是一个难度循序渐进的啊，具有很多收集要素的射击游戏啊，所以可玩性还是很高的啊。一共十几关，倒是不长啊，但是它有很多成就的系统，还有收集的元素，还有升级的元素啊。所以说，玩起来呢，很有趣。好，第一关啊，这是大叔已经得到了一个飞机了啊。地上这个小人啊，就是咱们需要救出来的人啊。这一点呢，让我想起了赤色要塞啊。你靠近他一段时间啊，就会把他救出来。Nice. 第一关啊，难度不高，但是咱们要多多的收集星星啊，因为这个东西呢，可以升咱们的飞船。啊，升级火力啦，还有你的血量之类的，非常的重要。啊，这又有两个人需要救啊。每一关到最后都有一个 BOSS 战啊，而且呢，BOSS 还是很有魄力的。先消灭敌人的空中力量啊。因为消灭空中力量是有这个成就的啊，就这个人，哎，我刚才看这个东西好像可以打，哦，没打碎啊，咱们的火力现在还是太弱了，这个车，哎呀，没打碎。哎，他又开出来了，他开出来，好，这回他作死了啊！三架直升机，哎，他们有跟踪火力啊！救人啊！就这个，初期的关卡都非常简单啊，到后来肯定会越来越难了。但是咱们的飞机呢，也会升级的越来越厉害，以后还会有僚机，需要星星来解锁啊，好像是400个星星吧，很贵，这个星星就相当于钱了。哦，感觉要 BOSS 战了啊。好，来了，好大一个直升机啊！哎，它是有血量的啊。难度倒不高啊，而且它是没办法秒杀咱们的啊，除非你一次性吃掉了大量的伤害。啊，它的部件也可以打碎。好，干碎了三个部件了啊！哎，还有右侧的这个翅膀啊，啊，也碎了。哇，在往出狂喷这个星星啊，咱们要吃啊！好啊，他坠机了。哦，爆炸的效果做得不错啊。啊，收集了169个星星。好，到咱们的机库看一下啊，看可以升级生命磁石，哦，磁石就可以增加吸收星星的范围。导弹、激光啊，这都买不起啊。这个异炮我觉得有必要啊，咱们先先打一关。好，第二关啊。这打完第二关，咱们就可以上僚机了啊。执行者是我后得到的飞机啊，那原来的飞机就是这个啊，有些破旧勉强能用。这个执行者呢是增加10%的主炮伤害。好，第二关啊，游戏是可以双人玩的啊，可以双打。但是大叔没有小伙伴啊。
所以说现在只是啊自己给大家演示。这个人质救不救，我觉得它可能跟成就相关啊。哎呀，这个飞机我现在感觉这个手感有点飘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变快了啊。这发射的什么鬼激光，一个1000分啊，和救一个人质差不多了。这个坦克，哎，那好像是个火力啊。好，击中了，这闪光的飞机应该就是。哦，游戏目前来说玩起来还是挺轻松的啊。所以说对大叔这种反应慢的玩家来说，这种射击游戏玩起来还是不错的。不像现在很多弹幕游戏啊，简直啊难度丧心病狂啊。这还能打出个交叉火力啊，他们发射的是泡泡一样的子弹。前一阵儿大叔给大家录制过《曲坊匠的三次方》啊，是一个东方题材的同人射击游戏啊。为什么叫三次方呢？因为它是带有这个立体效果的3D 环境的一个射击游戏啊，让人感觉非常的难。啊，这货子弹很快啊！哦，只是把它炮打碎了。这个节奏是比较舒服的啊，尤其是这个难度啊。救他啊，这关好像收集60个我就可以开撩机了。哦，那红色的有一点心形状的就是血量啊，因为敌人打咱们的话是先掉血啊，先掉血，而且你也可以升级你的防御力，升级你的血量，所以说不至于突然被击中了一发就全盘皆输的情况啊，没有。每关大概能得到100多个星吧。哎呦，啊，他扔这个小导弹了啊，有点看不清，太小了。打这个，打这个！哇，那好多人要救啊！太安静了！哇，我天，差点被撞上啊！啊，又是这货！哎呀！哇，这回他猛了，激光啊！哎，下边那个是什么？这要怎么确认啊？这个东西，先不管了。哇，开始加难度了啊！看啊，开始加难度了，这个游戏。哎呦，被激光擦到个边都不行啊！这个判定好严格啊！好，他有点失控啊，他有点失控。把这他这个小炮干掉，看你还有什么能耐啊。哦，飞机上面这个发射子弹的还没碎啊，这回都贵了，下次开个坦克来啊，开飞机打不过我的。啊，收集200啊，这回咱们可以买僚机了，获得了一个战利品。好，是买个撩机啊。哦，第3关开了，炮，一炮，
激光能量盾巨型炸弹，巨型炸弹就是导弹啊。好，升级个一炮啊，再升级一下啊，再升级一下，来第三关，测试一下这个一炮。哎呦我的天，这个攻击的频率啊，我真是无力吐槽啊，这也太慢了。好吧，聊胜于无啊，就等于，而且我感觉敌人扛打了好多啊。咱们现在的火力也是太不给力啊，救人为主啊。这关的 boss 不知道是什么啊，来了两关的飞机了，应该换点花样了吧。哎，这种飞机哇，好坑打，好坑打啊！啊，以我现在的火力打他们有点吃力了啊。救人！哇，这有个人隐藏的好深啊！这个要打，这个要打，好。哎，又是这个小车，哎呦，撞到了啊！这个小车也扛打多了，跑哪儿去了？管不了那么多了啊！火力太不给力了。好好，我救你救你啊，生气了，吃血，好，加满了，救人，哎，我打这个油罐啊。怎么就 nice 了？好，用键盘的时候呢，感觉斜着，哇，这什么鬼？敌人种类倒是不少啊。给了好多的血量，又是他，又是他，哦，我的武器的攻击速度升级了，现在打一队这个绿的也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儿，但是我感觉我的这个僚机啊还是要加强，还是要升级。啊，这就感觉以前的关卡、啊、有重复打的必要啊，要收集很多东西啊，完成它的成就。比如说有的关卡呢要求你一个飞机不落啊，全把敌方的飞机消灭掉。有的关卡呢应该是要求你救出所有的人质啊。哎呦，僚机的火力也非常的狠啊！哎，我感觉要 boss 了。啊，果然啊，果然来个坦克。啊，趁他没说话，先揍他啊，先揍他。哇！我天，我天，我天，我天！哇，猛多了啊他。哇，这两个小炮也非常能打呀、啊！
哎呀，挨了一发，挨了一发，挨了一发，够够够。干掉一个啊，干掉一个。我挨了一发就掉了50%的血啊。好，又干掉一个。我不能再挨第二发了啊。把他这个干掉，哟，又来了一个零件啊，这是干嘛的？我的天，过分了啊，这第三关一下子感觉啊，这个游戏的难度上来了啊。而且我现在的攻击力真是不给力啊！啊，他现在一共有三个部位可以发射子弹啊，咱们一个一个清。好，干掉一个，这就轻松多了啊，这就轻松多了。剩下一个他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。嗯，这个 boss 可以啊，感觉出有一点点难度了啊。哎，还没完事儿啊，打他轱辘，换履带。啊，这回碎了，这回碎了啊，终于碎了。 You are obviously not a gentleman。被打了一发子弹啊，就50%的血，看来咱们的血量也需要升级了。哈，收集到了他的手办。啊，那好吧，那这款游戏呢，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啊。可以看出来呢，难度啊，从第一关、第二关到第三关，终于开始感觉出一点难度了啊。但是咱们的火力呢，感觉有一点滞后啊，需要升级，或者说呢，可以反复刷之前的关卡，进行刷这个星星啊，然后购买。那好吧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